他一直说买了买了，你带来呀，你倒是，啊，你倒是让我爽一下。爱吹牛，那他有没有什么你说的？不行，我必须得说了。抠，真抠。抠这个，因为我好像之前在那个导演的微博里边看到过，就是说在戏里面染个头发，然后去找导演报销这件事情。完全不足以表现他的抠，有没有什么能够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宿舍网不太好，然后他要买网线，我们学校一共有四家超市，我就陪，当时他说要买网线，好，我说我陪你，我们从第一家溜到第四家，差五毛钱都不行，然后我当时给我烦的，我说好吧，我从淘宝给你找，结果淘宝上比我们店里还贵，直到现在没买。它是有土象星座的那个共通的点，土象星座就是金牛、处女和摩羯三个星座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最后我真买了，我不像那电脑的，我这真买了。我那四家店最后我挑的最便宜的一家买的。就你在日常生活中买东西一定会要选对比，有对比，有选择。对啊。因为我是金牛座，我去超市比如说买那种液体的沐浴露洗发露这种东西，我还能瞬间的换算成多少毫每毫升是多少钱。他不用算，他就能看出来哪个会比较划算，你还要算的过程，他没有。你这个级别太低了。我想向你多学习。那这样吧，我手里握了半天了，你们是如何看待柴鸡蛋这个作者兼职人？挺好吃的，好吃的。拍戏的时候，他以一个作者的心态，有的时候有点小任性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这段戏，他喜欢我们两个，然后这段戏不是我们俩特别好的戏，他就不看，他都不去现场看。哎，我知道，就是有一些就是很著名的作家出身的拍，就是编剧呢，他在拍摄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会要求演员不能改台。任何的台词，就包括说你妻子的过程。哦，那你们他有对你这个要求吗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还是说怎么自，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种口型。因为，他以前是一般人左右不了。他以前发过一条微博，说有些台词根本不是人话。对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到时候在说的时候确实不顺，然后我们也会跟柴老师提建议，我说这块改成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么说舒服可不可以？陈老师说可以，没问题。你们只要大意不变，你们怎么改都可以。你把陈一丹放边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腐女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，他们甚至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理论体系，就是他们。